旅客候车及月台通行安全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周淑米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务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林委员得福，林委员得福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罗委员质证，罗委员质证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 主席、各位委员，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我国在肯雅获判无罪之国民非法掳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侵害我国国民之基本人权与人身自由，我国政府却处理牛布，只为对我国国民人身安全之保障及救援采取有效措施，现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亦无法发挥作用。为此，建请本院与本周五2016年4月15号院会变更议程，邀请行政院院长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由各党团代表民进党团四人、国民党团三人、亲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各两人进行询答，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做如下决议：本案请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7条规定提案处理，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吴委员预请发言。